有一种流浪地球的感觉，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。这种感觉真的有一种出逃的感觉。哇，看右边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哇，哇，太好看了这个点儿啊！哇，这个真的是有点美啊，这个。哇，美爆了！哇，我觉得都拍不出肉眼看到的样子。哇，这太像游戏里了吧？哇，好看。来吧，咱们合个影吧。来，哇，这个景真的假到一定程度了。哇，哎，哥几个，到这儿来，味道就让你感觉不一样。哎呀，就到这儿。哎呦，下了马路就是味道不一样，是不是沙葱味儿？这啥味儿啊？这咋这么香呢？这什么味儿啊？真的太香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是野草的味道。Go go go， 朋友们，走，不要恋战，走。前方有的是美景。这才是刚刚开始。朋友们，还有八分钟，我们到营地。这是大盘鸡，我们现在要找地方去栖息，前方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营地。晚上大家一起笑嘻嘻。胖起来，胖起来。哇，刚刚哎，你看这个地貌也有点帅啊。安吉海河。那露营我们就是在那峡谷里边呗。哇，好美啊！这太像游戏里了吧？你看这里，拍着。对了，哎，我看网上好像就是这儿了，左手边。对，左手边这两个尖尖的，这儿可能有点危险吧，这么窄的地方。哎呦，不对不对，我们看一眼啊。我觉得可能是前面那个坡会漂亮一点。那下面有一个平台，那下不去啊。那我们怎么过去？能下去，你就说去不去吧。你别说啊，我有一种跟你们在一起我才敢干这事的感觉。你以为我们不是吗？因为我们自己想在这儿待着吗？互相壮胆儿，这能啥还行？亮哥，亮哥，你看从蒙古包那儿去那个平地那块儿，那儿有一个路。对啊，我们从这儿过去肯定是过不去的，我们应该再往前走，走到蒙古包。咱过去看一眼，试一下我们车的性能吧。这么猛？根本就哎呦，像个年轻人。没事，别慌，别慌。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对，这车底盘可以啊。这就对了嘛，我亲爱的朋友们。年轻的朋友们，我们来相会。荡起小船儿，暖风轻轻吹。鸟儿像花儿兮，晨光多明媚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，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用等，我不啊！不是这个，这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！这是什么坡？不啊！这有路的，没事。有路，人房车都能下来。哎，没准我们能在他们车上洗个澡。哎，真有可能、啊。没准晚上还有朋友呢。哇，那边就是峡谷了。给，下车下去看一看去。哇，紧张的我想喝口可乐。天哪，就这儿吧，朋友们，咱们到家了。就这儿吧。哇，这好帅啊，这种景儿一般都没有啊。都
都已经到这儿了，必须得干到那儿去。能下去吗？不，没问题，我跟你说。然后我们就搭在那个位置。行。你车上的东西要不要你拎一拎？我怕抖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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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鸡蛋。咱玩的就是有鸡蛋啊。对啊，就是原生态。哇，你都到这么漂亮的景儿了，那必须得找一个最漂亮的。亮哥有点那种野马的精神。啊，亮哥，才第一天，你不要把车搞废了。亮哥，才第一天，你不要把车搞废了。不可能。哎，有越野模式哎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哇，这底盘可以，一点都不打滑。你看各种交叉轴，各种炮弹坑，这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。这如果再换四条 AT 胎的话，这那简直就是无敌状态。来吧，朋友。涛哥，你的腰 OK 吗？行，我不是，我主要是突然缓一下，有点迷糊。来，跟我走一条路。玩的就是一个原生态，是不是？这也太原生态了啊！玩的就是刺激。不，这边太陡了。哎呦我天！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平坦了，走。哇，这好帅啊！这种景儿一般都没有啊。哇，好美啊！哇，这里更美啊！哇，有点广告哎。太震撼。从来没有肉眼见过这样的风景，一定要亲自来，任何一个照相机都拍不出它的美。眼前的这个触动我觉得太立体了，立体到就感觉人是一个特别渺小的东西。那是水吗？安吉海河，灰色的。哇，这个你看，别看了，那是无尽的深渊。明天再看，明天早上我估计能挺漂亮。我们赶快布置起来吧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天要黑了，朋友们，太阳要下山了，僵尸要出来了，我们必须搭建好庇护所。你别说，跟我们几个人说这个啊，还真信。这真何尝不是披荆斩棘呢？这个，我这。这节目现在都是这么玩，这么狠的。哎呦，太好玩了， yeah. 太好玩了！这时候不得来个可乐？对，我也得来一个。来给，谢谢。这真的啊，可比想象中的自由太多了。对，来。嗯，这景色太无敌了，真的。我明天睁开眼睛，我都不信我在这儿。哦，早上看不一样哎。哇，哎，那边有雪山呢。山是有雪的。拿点东西。哇，
昨天晚上的感受很好，也不冷也不热，就是我们的床垫有点那个晃晃悠悠的。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起眼不大的地方。就在这种地方，是不是特别适合耍耍太极什么的？是不是？是的。啊，太极。鹏展翅，黑虎掏心，这是。一会儿该做早饭了，要把亮哥叫醒。亮哥醒了，我们就有饭吃。只要亮哥一醒啊，我们就有饭吃了。现在最难的是亮哥还没有醒。我们都得饿着肚子。哎呀，养我呢！一点都，一点就透这种。艺术家起都早得晨练是吧？哥几个，哎，先开饭。哎呀，这个肉真的碾压级的，把这个面这么大块头。这谁受得了啊？这，哎呦，哦，大面条子，来吧，朋友，谢谢，来了。我们应该去那儿站一排，冲着山吃去。走啊，走啊，走，走，走。此时此景，真的是必须得冲着这峡谷吃。哇，哇，凯哥，啥条件呀？向着山海吃面啊？这个，哇，这个是最陡的，这个是。太震撼了。你们谁带手机了？拍一个吧。来，你要带到这个悬崖才可以。三、二、一。哦耶！Come on，飞机！耶！耶！可以，这个镜头保留。收东西了，我们。好，早起 vlog 啊，现在是一个早起的 vlog， 我们已经吃完早饭，准备收拾东西了。博远在非常细心的帮我们清理锅碗瓢盆，厨房湿巾 YYDS， 是不是？是的。这一趟发现最好用的 number one 居然是厨房湿巾，还可以清理脸上的油，既可以卸妆。又可以洗脚，还可以洗碗。我回去给他囤一堆。因为我之前在网上看过攻略，就是说出门在外，一张厨房湿巾可以搞定一切。果然，我们证实了这一点。OK， 我去帮着一起收东西了。拜。先是对角进去。哎呦，哎呦！等一下，我把拉链都拉好了。我们确保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留在这儿的啊！我们只要把记忆留在这儿，剩下什么都不要留在这儿。哎，我觉得车的这个天幕可真好，这个设计太贴心了。小口袋，不用单独收地钉，这真是智慧，人类的智慧。哇，消失了，收起来也有一种成就感，有一种收纳的快感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走，欧了 K 了吧，兄弟们，欧了 K 了呀！我们把安全带都系好。岩石爬坡，岩石爬坡，走，猛哥，出发，爬坡去。
哇，这坡这么高啊！这叫坡吗？找着啊！哎，咱们，哎，哥，朋友们，朋友们，越野模式走起！下山容易，上山更容易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及时及时！哦，加油，亮哥，给足给足给足！给足！哦，帅气，没问题。让我们掌声给及时。啊，我们开着及时汽车向山海出发。牛！这车一定能大卖。好，我们开上及时汽车，继续出发。哇，你们看左边的灰，哇，感觉昨天的一切消失在身后。穿越大峡谷，我们走喽。来一点秒这个吧，对，稍微来一点。让我们跟着电波摇起来，耶！向山海出发，耶！我想坐上沙发，哎，上完上海，哎哎，我就想去上海，哎，向山海出发，向山海出发，哎，想起了临时抱佛脚，耶！哎，真的，平时哪有机会这么玩呢？哦，这里，哇，这里水流好快啊，湍急的河流。太壮观了。哎呀，这景色是真的好看呐。拍个照。拍照，走啊！我要拿这个拍。亮哥，你这种拍照是属于欺负人。怎么拍都帅。对。这儿能跳。出发了，哦。够吧，前方有的是美景。我们在这个山峰上能看到一层一层的，这就是上亿年的叠积。我们那个谷底还没走呢，是吧？走完了，走完了。刚才啊，对，走完了，走完了。人生的谷底就这么一块，就是已经到谷底了，你自己不觉得？这是最好的，这最幸福的。对，所以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啊，当你在谷底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件很难熬的事情，但回头看的时候，回头看它也是一段经历。小羊羔，哇，好萌啊，好萌啊，哇，太可爱了。 QQQQQ 好 Q 啊。这时候其实放一首我曾经，是不是跨过山河的名字是什么？平凡之路。 Yes。 你好石头，你说播放平凡之路，一起听歌吧。有哦，徘徊着的在路上的，一起欣赏音乐吧。为什么没有会员？哎，都上劲儿了。我必须买一个会员。哎，我手机连它就行了嘛。朋友们，好像马上就要连上了哦，连上了。哎呦，来了，come on，来了。徘徊着的，在路上的，
的树好美，孤零零的一棵树。易碎的脚掌，街边已经有绿叶了。那也曾是我的模样。哇哇，看前面漂亮。哇继续走一波谷底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往那边。哇，那边好看，快看。我曾经画过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黑暗，这景太不真实了，太美了。哇哇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，我天哪。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真的鸡皮疙瘩起来了，我天哪，一身鸡皮疙瘩，太美了。哇哇，我想给他跪了，太美了。我的天呀，这什么风景，这是我眼睛配看的吗？太假了，这个比昨天还假。尤其那边层次很多，雪山，然后森林，然后草原，哪怕拍他问哇也是值得。合理，太美了。哇，真的给我看激动了，真的。喂，有哎，喊大声点，有。喂！真是太无敌了，太美了。就我们。可能经过了很多的时候，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拼图，但是就是恰巧经过的那个风景就是最后一片拼图拼完整的那个时刻，所以人的内心就会觉得很治愈和很满足。太美了，真的。被美哭了，我天，太美了。什么叫美哭了？已经流泪了。不是我们配看到的。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我骑行还没多久，可能要放弃了，改自驾了。骑行到不了这儿。我要把这个定位保存到我的手机里，可以吗？我就发一个位置，然后发到我们的群里收藏。好。哎，看到这种景色的时候反而有点悲伤。很悲伤。悲伤。悲伤是因为我们是旅人。不，你不属于这一。走吧，我妈，下一站风景更美。
Welcome to Wonderland, I'll be your guide.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sapphire skies. Let's go exploring, or we could just go for a walk. Welcome to Wonderland, where should we go? There's a tea party along down the road. Make an appearance and maybe they'll sing us a song. Everyone that leaves has a heavy heart. Oh, Wonderland, I love. Nothing around here is quite as it seems. Not sure if anything's real or a dream. And the only thing sure from the start is the song that's inside of your heart. Don't let it leave. Oh, Wonderland, I love. 哎呦，心情好大好。凯哥哭了？有一点。怎么了，凯哥？不是，我是鼻子干，我。你这理由太像一个老爷们的理由，你这理由我不接受啊。你认识？哎，不行，我那防晒进眼睛了。什么东西？我是防晒进眼睛了。凯哥，你这理由都，你哭就哭吧，没事儿，凯哥。这一下是真的。你要不然就是鼻子酸，要不然就是防晒进眼睛里，你这都啥理由啊？你四个小时前喷的防晒，现在进眼睛里？没，我这样说，刚才我确实哭了，但是哭了以后眼泪把防晒带进眼睛，所以现在有点止不住。对，擦眼泪的时候手把防晒抹进去。哎，第一次被美哭，居然是在新疆。对，我真的是被美哭了，我也第一次。也有那个音乐的加持啊。对啊，这么感性吗？都对，我真是有点太感性了。真的就是城里的男人都这么脆弱吗？就那个景儿一出来，哇，浑身鸡皮疙瘩。觉得我应该属于这儿的感觉，人类应该属于这儿。啊，这边。我最近真的感觉啊，人啊，真的是遇到再困难的事情也不会流泪，就真的只有在你内心被治愈的时刻啊。你才会真正的打开自己。对，确实是。这景色真的是太治愈了。哎，你知道我坐在这个车里面，我觉得最大的感受，我家里面能有这个车的话，我就带着家人跟孩子在一起，他们一定会非常的开心。首先，它的空间就是非常的大。你看，我们放了这么多东西，我还在这坐得很舒坦，而且我们第三排还有大车窗。其实，我觉得最大的优点是它既有 MPV 的舒适感，又有那种硬派越野的那种躁动。那请问这个车的名字叫什么？即时汽车，耶、yeah! ！这只有在画里能看见吗？博远，你看右边，像不像哪个游戏里边的？有哎，你就玩过那一个游戏是吗？从昨天开始你就说那一个游戏，因为完全一模一样。这一段路感觉好像是最好的一段路了，独库公路，自驾必备。
哎，哥，快看！哇，战士，战士，战士，向他致敬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，他给我们伸大拇哥了，他已经累到抬不起手了。我发现他们骑自行车是真够战士的了，真佩服。刚才就那俩人往上推的时候，那种力竭的感觉，我就感觉好像我感受到了。有很多上班族，就是上班实在太压抑了，对，就想寻找一点刺激，就其实就是一个向往自由，还是挑战自己的极限的一种心态。我们先到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哦，那个水，整个那个水就是从上面流下来的。哎呦，哇，真的好美呀！世界上最好的景色就是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景色。哎，我们爬到它上面了。对，我们要爬上去。哎呦，这什么？就是这个海，无名海子，无名海子啊，是吗？有点像那个绿松石的颜色。它是一个艳色湖景。最后一个坡，上去。那边是雪吧？前面就是雪山。哇，绝了！想玩吗？走，长长见识去。人还挺多的啊。走，那咱们往上走一走。这雪就真不化吗？哦，有点凉啊。哎，您好。你多少钱请的？我也要请。你叫我什么？不是我，小哥呀。啊！我刚以为你是二十岁小伙子。哎呀，没那么夸张，最起码二十二。这个就给你知道了俩。滑得很。亮哥，滑下去吗？不是，人家滑你得去下边。你要去下边弄轮胎，是吗？那轮胎人家要去下面租，然后再去下面租啊？对，要拎上来。完了，失算了。好想玩啊！好想玩。来抓抓绳子。弟弟，我能跟你蹭一个轮胎下去吗？可以吗？好嘞，谢谢，谢谢。太棒了，来，好嘞，浙江电视台，来打个招呼，耶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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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耶耶耶！哇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哇，棒！走吧，朋友们，又要赶路。走吧，朋友们，又要赶路了。赶路，赶路。今天还能洗上澡吗？洗不这。高低得洗，真的，十二点到也得洗，就这事儿必须得干，要不然我们彼此不想坐在一个车上。现在特别期待晚上的温泉。哎呦，连续下坡了，耶！连续下坡24公里，
朋友们，还有2个小时，太阳就要下山了，让我们好好珍惜今天的太阳带给我们的舒适和温暖。好绿的山，这片绿植好啊！你看那羊。我以为以前画都是想象出来的，没想到，真像是个画。那里有一只鹿，看到了吗？哪里？那个在山山形就是鹿，看到了，是个牛头鹿角。对，海哥，右侧又出现了美景。哇，好美啊！哇，好美啊！这条河好美啊！嗨，喂，每一个人，小草，你听见了吗？太美了，前面，哇，头皮麻了，景美的想骂人，太美了，前面太美了，哇，看见了吗？你们看见了？这才是山海啊，这是什么景啊？太假了吧！哇，天在我手里！真的没有王法了，我觉得是。我没见过。真的是。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记住这个画面，但是此刻我觉得我是最满足的。这今儿不让我骂人，我难受。凯哥，太感人了，又要哭了。凯哥，你喊两声。防晒又进眼睛了，哇！再一次被眼前的美景美哭了，我天，太美了！哎呀，韩哥那个防晒进眼睛里了，自由吧！我看不清了，我看不清了，韩梦涵，我看不清了。直男的脆弱，往往就在一瞬间。这种情况我怎么配穿的？我已经那句话。哎呦妈呀！你这么严重啊！当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，肯定会有人说。你们至于那么激动吗？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？告诉你，一点都不夸张。我就是想夸张，耶！哇！博远，快掏出你的相机！这景太假了吧？太美了！哇！而且你看这个山像一个爱心一样的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？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广角。哦，我的相机拍不出它的美，怎么办？相机既然拍不出它的美的话，我们就喝一口可口可乐。来，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喝一口可口可乐。嗯，哇，真的，这个景儿真的好假呀，感觉。这句话特别不真实，我觉得。但是是在夸。走，继续出发。快到了，看到没？哎，吉祥的芬芳，布隆温泉。呀，好像希望在前方啊！你别说，小肚肚还有点咕噜噜了呢。哎，那必须就安排上了这个时候。哎呀，这个星空，哎，应该是他家。应该是他呀，因为他有2个星空房，6个蒙古包，数一下是不是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对，是他家，是他家，是他家。朋友们，现在外面17度，香香的，海拔1800，还有19分钟天黑。耶，我们在天黑前赶到了。到了，到了。这也太美了吧！很美啊。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
哇，这可以下河里。哎，那河边有羊哎。哎，有马。太美了，太美了！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跟您联系那个。你好，我们在这边吃饭。先吃饭。哎，可是不是说洗澡十二点就没了吗？哟，洗澡就到十二点啊？对啊，现在都已经10:07了。那要不先洗去，让他做上饭。嗯，我们洗完就回来。可以，走呗。走不走？走呗，那走吧，走吧。说走咱就走，就是这种随意。哎，走，你说走就走啊！哎呀，我听到洗澡，我好开心哦。现在22:13，我的亲爱的朋友们。好，朋友们，看我们的右前方。哇，真的是个世外桃源啊！你不觉得吗？就是他到了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不行了，快，不行了，在呢。现在是晚上10:30，我们去。早上的9:45。现在温度应该已经上来点了，最起码能坐起来。上来点了，13度，一晚上高了3度。那好，太冷了。是因为海拔的事吗？是的，海拔2000米。婴儿般的睡眠，我羡慕。走啊！哎，刷牙了吗？走啊，一起啊！走，要杯子不？不用杯子，手捧着就行。够。走。你好，有没有哪里我们可以洗个脸？可以，他给你弄个热水，好吧？不用热水，不用，我们就有个水就行。啊，这里，那地方有小溪，你们要想洗的话是特别冰，看到没有？有小溪啊，哎，咱们去小溪洗吧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走。Let's go。哦，它这是山上的泉水。对。哇，它只是把它引流了一下。哎呦，这儿，哇，这水劲挺大的。不行啊，这刷牙可以啊，但是洗脸怎么不行啊？哎呀，有什么不行的，兄弟？就拿嘴往上接不行吗？你先刷牙吧，刷完牙之后再洗脸吧。来点水。要杯子不？不用杯子，手捧着就行。我试试。刺激，算了。我说拿个杯吧，你还非不。超级冰，第一次用山泉水刷牙洗脸，太酷了！哇，好凉啊！哇，真的是冰手。你还要洗脸呢，我先回去了。哇，好凉啊！太大自然了。那个马是谁的？我骑一匹去那里玩玩。这次出去旅行，一定要野骑。不要骑马场这种有规矩的马，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，策马奔腾。你自己骑马还是牵着？我自己骑。我也是第一次骑越野马。Go go go！
好骑啊，这马。要要要！哇，哇，老鹰。太棒了，融入大自然了已经。哇，太可以了，好漂亮。我平时是爱骑马，但是今天这个野骑是我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，就是拥抱大自然的感觉。嘿，真是一种享受啊。吃饭了，起来。吃饭了，朋友们。好的，好，我们来了。我们一会儿去玩点什么呢？他们安排骑马吗？穿越这个树林啊？不用了吧？你怎么骑着事儿你要走呢？我搞不了马，我搞不了马，我这个腰会碎在马上。嗯，没事，你们来，可以。你们来了，让你们感受一下骑马自由。骑马自由啊，让老孟感受就行，他比较喜欢骑马。那个可不可以不让马跑起来？可以，因为马有点难控。是吗？见着草就跑得很凶。对，我会教你们嘛，慢慢走嘛。我只能走，我也跑不起来。你看那几个马都跑不起来吧？来了吗？哦，专门调了几匹跑不起来的马。骑个吧，骑一个吧。走啊，好，走。咱直接上马呀！直接上马吧，走走。你会骑马吗？我不会，但他这个是走马吗？对。那我们现在可以？可以可以。好，你上这匹马。我上这匹马。嘘。好，谢谢。凯哥上哪马？凯哥喜欢特别温顺的吗？还是特别温顺。来，这匹。这匹。嗯，乖啊，啊，你好。怎么上啊？拿前脚掌踩脚蹬啊，不要把整只脚全塞到马蹬里。哦，如果掉下去容易拖蹬。哦，这儿他要速度快，你就拉他就行了啊。好的，培养一下感情。兄弟，好朋友啊。对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乖乖。蹬起来，老实的话。江峰，好。带路，可以走了。啊。哦，稍稍踢一点马肚子，他就走了。好，这样踢马肚子。走，这边，这是我们养的马。哦，你们养的马？嗯。那你们就是养马，主要就是比如说，接待游客还是怎么样？冬天吃马肉，还有麦，还有驮一些东西。嗯，对。我们有个谚语嘛，这个马就是哈萨克男人的翅膀。哦，以前没有交通工具嘛，只有马。我们要穿越大森林了，穿越大森林。哇，这个树好高，哇，好美啊。凯哥，哎。一开始骑马你是拒绝的，但是当你进了这个森林里之后，我肯定你觉得会不虚此行。好，希望我可以爱上骑马。走吧，走走走。哇，这么崎岖。哦，哇，这个景儿真的是太漂亮了。哇，太帅了。哦，不错哦。嗯，好看，非常原始。山上会有什么？你到九月份来，这方野猪很多。野猪？嗯。这个草皮破坏，这就是野猪拱的。
哇，那野猪就是会不会晚上的时候也会下去？一般是不会的，只有说是这方人走了以后会的。哦，我去森林里是不是不应该穿这么鲜艳？野猪会不会攻击我？森林里穿的鲜艳的话，如果走湿了比较好找。但是这个颜色不是用来斗牛的吗？有点牛逼。觉得 OK 吗 ？OK， 非常之 OK。哎，博远呢？走走走走走。这，他不愿过去。这，完了。这。哎，他为什么不走呢？这，完了。这，哎，你怎么了？走，好吧，走，掉队了，啊，好吧，这，完了，我要下来还上去，怎么办？我牵他吧，去，走。走，老师，博远 OK 吗？他马不动了。马不动了。下看看。啊，他下去，我这个弟弟下去。梦梦啊，你在这等着吧。他下去，这个弟弟下去了。没事，我下去也可以，没问题。我们走好不好？哎，这走了，终于听我话。好，吁，这，走，踢他肚子。听了，他不听我话。我刚牵他，他走了两步，但骑上来他就不走了。那是三岁马是吧？他太小了是吧？太小了，怕。对，他害怕。你牵一下了吧，要不？坐稳啊 ，OK。好 ，OK 了。博远，你下来，你骑我这个。好。小马驹，害怕。这是主题吗？他你都不用怎么控的，他跟着马群就走了。哦，先低头啊。好。海哥，哎，来。啊，为什么我膝盖这么疼？我是太用力了吗？啊，你这样走的时候你就完全放松，不要用力夹的。我可能有点紧张。对，有点紧张。因为他是漫步的时候，你就是坐在沙发上，没有任何动作，就是控好缰绳就行。哇，我还第一次骑马走这种路哎，全都是碎石。我也是第一次骑越野马，石头太多了，我天！这走马中的 SUV， 来走。如果没有马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来到这儿呢？不可能，很不一样的体验。开心。哇，这小牛好可爱，长得萌萌的。哦，那个是什么？野猫吗？不可能是野猫，是狸猫吧？啊，我也看到了，哎，啊，刚跑过去。哦哦，叫什么鼠？土拨鼠。啊，对。哎，我们看到了土拨鼠。旱獭就是那个。哎，骑马挺好玩的啊。好玩。开始本来是拒绝的是吧？本来是拒绝的。他是拒绝的，现在接受了。朋友们，我们走进了画里。是的，这可太画了。哇，我有点后悔没拿我手机上来。太漂亮了，好酷啊这儿。哇，这个景你看好美啊，人与自然。
无疑的那个山啊、河呀、下面的景色，一眼望不到边，然后我们好像能摸到，但是又遥不可及的那个山峰，让你真的心旷神怡，真的可能融入了大自然。这种景吧，就是你回去你没法跟朋友形容。对，看照片又人家会觉得还好，嗯，但只有来了之后才会感受到。这里可以吗？太可以了，还怎么可以？不要再可以了，这就是天堂了。我觉得生活在这儿应该会很长寿吧，应该心情也好，安逸。对，城市里的可能工作机会比较多一些，但是会让人有一些喘不上气。对，生活节奏太快了，也有压力。对，什么都要争。对，海涛没来真的太遗憾了，这种景色一辈子可能见不到几次。他们骑回来了吗？还没呢哈。这是马肉吗？马肉。马肉好了吗？好了。哦，这个做了多久啊？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。哇哇！哇！哇，这全是马肉，全是吃完。这是什么马肠？马肠子。啊。舔一盒吧，舔一盒吧。啊？来，来一块。来一块吗？尝一块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哇、哦，谢谢。刚出锅的。嗯，怎么样，回到嗯，爽不爽？好吃啊，好爽，肉质很细腻，很紧实，这好好吃啊！来，那谢谢，不，来来来，给你这里，大肉。哎呀，这回要带着一点肥肉，带着点筋，吃起来就感觉它在奔驰的感觉。好吃，好爽！你们一会儿下去，谁也不能吃那个啥肉，真的。因为我这大兄弟要把我活着带回去。我们要那种既近又安全的路啊！好。我觉得这些许险峻啊。哦，这地方这坡算陡吧？哇，大哥，这带的路有点陡哎。没事，没事。我们这么 S 型下去啊，一定要让马侧着走。对，来回拧它。嗯，来回控缰上拧它。这是科目二吗？对，科目二。对。哎呦，也不用拧的那么小。走，既兴奋又有点胆小我。哥，你要把我安全带回去，我谢谢你啊。哥，我叫你哥啊，哥，大哥。大哥辛苦你了，大哥啊，大哥辛苦你了，大哥，他这样不行吧，大哥 ，sorry，I'm sorry， 我不没怪你的意思啊，大哥谢谢你啊。慢点，慢，要，五十，这算几级难度？八级吧。这算八级，难度很大的。不怎么骑马的人，突然间摸就摸到了八级，是吧？一下起点太高了，跟咱们节目一样。对，什么都得上最猛的，是吧？太酷了！从此我可以跟我的朋友吹牛，我在山路上骑了八级难度的下山路。这一趟下来，我感觉我会骑马了。是吧？平地算什么？平地算什么？平地太简单了吧？要不跑一个？能走能。不敢造次。好，咱们到马路上了啊。
去找海涛哥。哟哟哟哟哟，你们已经融入了，感觉已经人马合一了，特别特别过瘾。特别听话。那山上风景真的很好，另一种感觉，特别刺激。那个路线真的，哎，你看我都能跑了，太酷了！我跟你说，走完这条路还有什么难度吗？我该怎么下来？科目三还没过。车那条腿，哎，车那条腿，手要抓吗？不要，把在这儿就行。哦。这条腿，慢下来。OK。哇，看这个刚才骑马比较犹豫的人，现在是什么表情？我就是为骑马而生的。变化太大了。走吧，走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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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加扣。明年我真的带家人来找你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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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见。等会再来，等会再来，等会再来。